嗨嗨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哎，没有了，刚刚电脑突然画面黑了一下。然后整个游戏闪退，实况也关，闪退。怎么游戏开不起来？有了。他的天灾实在太吃脸。安安，尼罗安安，应该念尼罗吧？希望没有念错。Nori，哦，Nori，海苔。傻眼！盖两个好了。准备迎接地震。那它一定会发生地震，它的地震根本就不是随机的，而是特定时间一定会发生。如果它是随机的，它就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一模一样的那个地震规模。假随机，真固定。我觉得它应该是用渐进式累计去计算，就譬如说，玩到当你连续骰出6次1的时候，你骰到其他点数的几率将会提高，也就是说，概念就是，如果你一直连续骰10次，都是骰到
每天灾，所以你到第十次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天灾。有一些那个什么城市设计是这样，它就是为了让你一定要体验到天灾这件事情，所以它也不是真随机，它降低那个天赋，我在想它应该就是增加了骰子的几率，的次数。假设你今天骰个15次才会爆发天灾的话，你可能变成骰个20次或骰个25次，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发生，但是这个发生是延后而已，一年可能发生，原本是发生5次，点完天赋之后一年可能发生一次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真可爱，但是我们跳个音。好，然后一般啊，我看到那种就是骰骰子几率的那种游戏啊，通常是用在反过来，它类似保底机制的概念就是这样。然后如果我是不知道它游戏到底是怎么设计的、啊、可是依照天灾会固定在同一个月份同一天发生的情况下，就算是 loading 之后也是会发生的情况，那就比较有可能就是它是保底天灾，你太久没发生天灾的时候，它一定会给它给你一下。啊，像这今天官方有更新说降低天灾的发生几率，所以有可能是骰子骰了20次之后改成骰25次一定会保底天灾。
现在厕所。我在想挑战下一关的时候的时间点应该也很重要，譬如说是哪一季，然后开市日什么时候这样子。小屁孩行为，没事就看你按一下。还有什么天赋要点？把它点一点。你看那个调身发生质疑，这个也是会被加进去。十万、百万。十、百、千、两百万哦，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。我们刚刚在解另外城市的时候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衣服、木头跟水太少。
预留一些人口空间。再挑战一次，我觉得地震结束了应该没问题。但他一个月要7000多块。这样不太对吧？没有甩到我要的。消石矿，消石矿搭火药搭军械，赚钱超快。孙小熊晚安，今天9点半这么早就睡啊。有了消食火药，换个新地方住，通勤要不要救？辛苦了，这样子这么早就要起床了。但如果住得比较舒服的话，也是可以啊。最近都在加班啊，辛苦你了，上班加油，加班辛苦。欸，我还是觉得菜地比较好，因为它一年四季都一样的收根。这一次一定可以过。
哎，为什么啊？干，我没有开市场，完了。这次是花太多时间弄其他的。感觉是薪资的问题，一个月7000多块钱。我们有兵器谱，还是我用？这次换一下。
然后我们看接下来可不可以抽到那个，抽到靶场。我们冲铁矿，然后第一轮的时候卖铁，卖到剩2万，不然就全卖，反正要到2万我就可以先通第一关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而且这边还有预设就有菜地。干，开局就被电，到底是有多水小？
盐矿水，我觉得钱吧。靶场有了，靶场。这靶场怎么会是-480？突然有点看不太懂，所以靶场是赔钱，但他为什么还会有生产货物？对，他应该是赚钱吧？12块，我们看一下，他是不是打错了？360，还是说他是预设是-480？儒学院跟夫术馆，这个没用过，我觉得可以用用看。矿物这个时候叠加，
完了，完了。对了哦，就是抗议不满。 来过一天就不在推荐的前面了，什么东西？过一天啊？你说推荐游戏吗？<音><音> 中意中意中意！
但又不满，你到底是要不满几点呢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我把铁矿卖太凶了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干！我前面铁矿卖太凶。反正我最终要400人口，然后13万的钱。先不用管第二个难度通不通关。
干，又失败。另外一款游戏要再看吧，我也还没玩，不知道怎么该怎么评论。喂，晚安。感觉很硬。我想一下，我们现在缺人，先烧木。
我知道为什么了，但那个谋士的月俸太高了，7000多块付不出来。我们家独挡直接把他砍了。我刚刚就在思考，看他的月俸这么高，我会不会养不起？应该没问题，拼拼看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价钱都掉到一个谷底。
不能让它掉落，掉到谷底。刚刚卖一个，结果它不满，所以我们要尽量维持在它是满意的情况下。看，这个是有够考验的。粮食要2万。我现在只能保佑他不要动乱，他动乱我就掰了。不行，我们还是重来吧。我们要先把那个副险，那个把超贵的，哦，不用了，先把那刚那个超贵的把它取消掉，应该就够了。玩到现在感觉如何哦？还不错啦，认真说是好玩的。
就只是很硬派而已。
我在想要不要开贷款那个天赋。好像没有哎、对，一开始还是要先赚钱，钱花太凶了。啊，先来射水。就玩到后面这一关就变 SOP， 这个就是 speedrun 的结果。那没有其他的玩法，你就只能一直去摸索，只要是通关会比较顺，因为你起手式都是一样的钱，几分几秒盖什么。起手，我们刚刚都试过了，所以我们消石榜盖三个，盖四个的话，可以很快就达到两万。但有个问题是，我们其他的产业收益会降低很多。先盖一个市场就好。
干地震。哇，真的觉得很闹哎！看，真的，直接开局他妈地震，怎么玩？这个就是官方要的 speed run， 看，真是有够衰的。夸张！他那个，你今天只是挑战关卡的第三关而已，然后也不能算是说已经脱离新手教学吧。如果说你从第四关开始有这些离离扣扣的，那我觉得哦，那就算了。
哎，那个打雷，打在我的废墟上，食物就他妈没了。这游戏的天灾就是哈扣型。 不要再来地震。
8月24。这样就过200天了。
我们要达到13400人口。干，这个时候矿物，50块，我这个时候
一暴动，所有资源都下产量下降 40%， 这基本上就没救了。刚刚盖那些原本应该是赚钱的，然后盖太凶，瞬间赔钱。所以我在思考，市场可能就保留一个就好，这样我们每个月可以少付1000多块钱。对了，这款跟女王有一点像的地方，就是也是要拼手速，然后去思考产业链的组合。可是女王那一款的产业链组合比较有趣，就是它在出街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。
我们可以趁100的时候稍微买一下，然后先解。突然又可以方案二了，哎，哇，这个军械库一定是左边的，然后这个时候织布坊吧，这样我就不用再盖多盖一个棉絮，这可以省。财富都17万，他还跟我说尚可，好哦。
维持这样151天。发红包啦！哎，这港口码头先修好，钱就有了。靠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修这个码头，一个月6000多块钱。冬天的时候把码头修好，这一关就轻松过。
们要在下一次结算的时候维持十二万、十三万。这好大，哦，原来我钱庄已经有了，没有一个钱庄可以借贷一万块，这样财富破产的时候还可以用借贷的方式拯救一下。过关喽，收益狂冲。干，我终于过了第三关。哇靠，而且还超假。Nice， 耶，玩了两天终于过了第三关。我们终于迈向结束了我们的新手教学，来到了这里，我看一下我们玩几个小时哦。这边从昨天到今天总共玩了 19.5 个小时，嗯，然后终于解决了第三关，我很开心也很快乐， very good， 我相信明天的我会更好，我们继续下去。选两张卡牌作为奖励。花店花鸟景观塔。可是我火药坊都12间呢。哦，我的火药坊不是这边解出来的。
可是我这样子空有火药法，没有消石矿。欸，其实这样子。所以我已经有军械榜了，我记得我是没有的，不然我就直接带了。对啊，这边写未拥有军械榜烟花店。提高码头产出。春天打平。火药坊只有在秋天跟冬天有用。哇，这个卡片有够难选的。选这两个吧。额外奖励，学士院文化，超假，还有额外奖励哦。收益一万块了。真快乐。可以滚。哦，我们现在准备起。
挑战地块谋士总月俸达到三万钱，达到三万前提下，红野县会分担一部分谋士月俸，最多分担挑战地块25%的月俸。哎，这个也不错哎。这样子我就不用再担心整天就付一大堆钱啦，而且还可以用最好的模式去挑战。哇，你看这个难度这样子调完之后不就会降低很多吗？小幅降低工资，不降使命感，这个超重要的。小幅，这看来我们又可以大幅，所以他设定薪资这么贵，就是要让玩家玩到后面。甘蔗倒着吃，越吃越甜。我懂了。哇，终于有修缮师了。批量修复重建，看我就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军械跟消食，拿个火药房不知道干嘛，在搞笑。6895
哎呦，继续研究解锁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关好了。丹霞凹，细天谷。丹霞凹可能不能先挑战，因为丹霞凹难度有点高。40谷。 视野受阻，治安范围降低30%，这个还好。可是维护成本减少5%，物资产出加10%，金钱除外，哎，这个也蛮好的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把 buff 都加进来了，我们再多拿几个 buff， 然后百姓对物资的消耗倍增，这个有点惨。所以我们要先拿这个40谷，因为我们增加了物资产出10%，那它消耗倍增的话，再怎么样。 还是补了回来，但金钱产出加10%，夏秋两季食物产出增加20%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哇，终于开始有一种我在玩游戏的感觉了，不是被游戏玩，我解脱了。 这造船厂是最赚的，最末端的，就随便找一个空地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再把它拆掉。我们先把产业链都先解锁，之后再好好调整一下。 朱文宇，好耳熟啊！嗯。
欸，这有点夸张欸。要开始招纳贤才了。港口的钱是不一样的。白小生。能力不强，自画电收入，铤而走险，主动释放，随机损失30000到获得30000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点猛哎、欸，严嵩，损人不利己，所有谋士的薪水减少1000块。守财奴啊！但是他其他能力太烂了。靠腰没钱了、哦、完了。我买过头了。
我们来重新调整一下我们的果园吧。先铺路，这样我才会知道他从那里连到哪里。不行，可是这个有一个问题是，它必须要跟那个……哎，好像也不用。因为它外圈可以盖就好了。
这样子好像也不行，太小，占地面积不够，那可能只能盖一些比较4×4、3×3的那些。把它移过去。产线大整理。反正赚13000怎么变赚12000？啊，季节不同。
店有一家，我去找一下，我记得在这里吧。可批量重建。啊，没办法。我现在废墟有两个。然后后面就没有了。千万、十万、百万，卖掉两百万的米。反正150以上，160、170我就卖，110以下我就买，我懒得看那个技术收益，而且还要拆，够麻烦。看文字猜赚钱还是赔钱。整条的产业链呢，麻棉、织布、布装、染发、华服店，那我要找个位置给他做产业链啊，产业链
万、十万，卖个500,000衣服，水就46万。牛三爷的宅子，可能把它拆了。哎呦，还有故事哦！四爷真的去了，胡说八道。四哥不会不巧会有罢了，这下说不清了。牛三爷在何处？前面过桥就是了。他和四哥住一处，正闹着要跟四哥完成遗愿，完成四哥的遗愿。晓得嘞，你且莫着急，我去看看。完成任务，去寻找牛三爷。靠腰，你有任务怎么都不讲呢？凉了。这可以移动哎，这是可以升级，我把它水井升级好了。随便升级升级，他突然跟我说：“谢谢你把我家的水井给升级了，这是一些奖励。”牛三爷，我的四哥啊，四哥还在呢，完就回来了。他们都不信你去了，只有我记得你上上上上个夏天钓鱼的时候给我留的交代。今天就算随你去了，我要把这事给办了。三爷，啥事啊？小弟帮你办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三爷我就放心了。先把四哥的房子给拆了。这可使不得，拆，保准寸草不留我。三爷事都办好了，再造个林子，松柏的，万古长青。小弟大人，松柏记得挑树什么，挑枝干，摇尽什么针叶风貌的。我没有拆，我反而把它装回来。我觉得四哥回来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故事。四哥早年没死在战场上，晚年死在战场上，这是喜事，喜丧啊！这是喜丧啊！你如何得知四爷去了？我一觉醒来，他就没了，那不可能是在我梦里，那必然是真的去了。丫头走了，去赵松柏林了。哦，原来他的任务是这样子啊。
松柏林升级啦。好，他说森柏林要干啥？我没有森柏林。红，你这狗东西又拿什么零碎的来烦你严大爷？这话好说的，红野县人情动你真是大事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找黑子，放屁！粗俗了，严野，你不是要他，你不是他要找的人，你找他没用。那他人呢？还不快叫人？严野，叫严野不行。今儿咱俩把周围的坟迁一迁，当作是孝顺你，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那你最好把那活干到干利索。清坟。但我没有那个什么，我没有。松柏林被盖啊，应该是还没有结束。我告诉你，黑石，那住过黑石，怕是要干回老本行了。风向变了，红野县藏不住这么多人。每年冬天都会回西岭长城根下的小屋，守着那破衣庄。
我把松柏林转移到其他地方看。他应该是警官了。哦，有诶，原来在这里啊！看，原来我有松柏林。怎么样？还喜欢吗？般配般配，崔二爷。丁大人去一趟公叔先生家，快劝四哥回来吧。公叔先生两人一起游学，巧计震撼，只需冬天下雪的时候，两位才会乖乖待在公叔家里。往东走，东桥洞附近。啊，东边是哪里啊？桥洞附近，你来了，我还没来，还是先走一步。丁郎不在，奴总是在的。丁郎先改建屋顶，奴藏在里面。哦，都是任务。我就帮你升好升满，升到最高阶。反正我现在都是正的。没有差，只需要那个，哎，哦，原来修缮师盖完就在这里啊。所以修缮师是各地块都要盖一个。它才能有效欸，松柏林解锁了，所以他跟造船坊要一起。我原本没有松柏林，任务解一解就有了。
最高级的那种。槟榔真是心疼奴家，奴家心花。好了，没事，我先走。奇色文化，又走了。帮他造奇色，奇色我来帮你升级。所以每一张地图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，解图是要顺便去点一点。花池，哦，也可以啦，反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巴西安安，家就在此地，日日夜夜盼着丁郎。打醋，奶奶，姑奶奶，你嘴下积德，留下我一条小命吧。纵片桃林，纵片桃林。再买吧，200块钱而已，没多少钱啊。先大概花个5到10个小时了解游戏的流程，之后就会慢慢玩起来了。要耐得住性子。桃林，有没有桃林呢？
210的衣服还不卖个。对啊，有长城。应该要冬天才能来。我们刚解了一些任务，装修好。不行。听包比不一，很没差、啊，喜欢玩就买啊！这游戏200块绝对是值得、啊，只是前面要被气死而已。你问我要不要上去留物品，我一定留物品。但你问我会不会继续玩，我还是会继续玩。对啊，新手教程有跟没有是一样的，全靠自己摸索。方向。
应该是要冬天才能过来。这个，这不是耶啊。风跑出一条，因为这个大概是那个啊，它的年代是在那个太平天国。清代末期，太平天国，中华民国复兴的时候，各地军阀。有没有看过《让子弹飞》？他们的火车是用马拉着跑的，电影也是一样。哦，早期西部也是哦。哦，我就不知道，没研究。我只知道我看电影的时候有看到。哇，500万的木头啊！我们卖400万的木头，190还不卖一卖，敢削了。400万的粮食，啊，好了，先来休息了，累了。我觉得今天进度 OK， 很棒。我们成功挑战了第三关空关了。
现在开始研究任务吧。到时候再看看要解什么样的任务。美丽新世界哦，有一点。晚安啦，晚安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就明天见。那影片呢，我会上传到 YouTube 上，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，你可以到 YouTube 频道去点一下订阅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啦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